达市场还是面临问题。我看到很多领导那边都有工作，对，只是一般市民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才有台南城市可以吸收到台北市变成一个防水的城市。碰到强降雨，我们是不会积水，不会碰到那么不像以前没事就会淹水，所以现在是做得很好，因为市民不是很清楚，旁边会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在那边跳啊，再去按，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减碳。那我们再往前走。